龙族不会玩啊。好转呗，倒呗，放哪边呗？啊，在哪回了？我明天早上打完疫苗，然后就开播。是的，还没到15号就要冲了。他出去玩了那么多天了。现在玩什么阵容屌？主 C 艾瑞利亚可以吗？哦，不要，你们讲的太复杂了。我这人呢，就玩简简单单的，就玩神盾，神盾加征服者。随便玩玩，开个盘好吧？能否趁机过生？无所谓，随便玩玩。神盾，就玩神盾，一个奥拉夫都没有。
不要吧，我居然打赢了！哎，我不管他吃不吃鸡，我玩游戏是玩的爽的，就玩征服者，我就玩征服者，者加神盾。 听我老子来了没用？晨曦将至，要不就玩八个征服者吧，就他妈只玩征服者了。 玩八征服啊！简单，啥事情都不用准备。啊，你刚才在地库看到我的车了。 怎么那么多人都在长沙的地库看到我的车？别拿我的攻速！还要给把羊刀瑞文，瑞文组 C 可以吧，兄弟？ 我这要打八征服，我操！本来龙族天苦，算了，不放装备那么快。 给德莱文吗？德莱文很猛吗？好像给德莱文，还真是。我靠，早知道龙族了，龙族天苦。 最后的清雨，感觉我这个能打几轮呢？ 我靠！我感觉我有点小猛。德莱文，德莱文，还是德莱文。
这都能让我的剑魔吸多一口。 是吧？嘤嘤嘤嘤嘤！啊，展翅感觉真好。 我们有个三星女坦，开挂！我操！我靠，这逼开挂有三星女坦。 香啊！ 感觉真好。叫唐僧当悠悠，你呀你随我心房。 断我连败啊！为什么还有个三星奶妈呀？
啊？三杠五有三星女妈、三星奶妈、三星女坦，你们这些杂碎他妈的疯了吧？恶魔杀手。青羽恶魔杀手再出把德莱文的装备都有了吧？德莱文，德莱文，还是德莱文。哎，兄弟，别让我赢好吗？怎么还有这个三星缝合怪啊？哎，不要让我赢行吗，大哥？老子连败，你他妈的！哎，连败。占人口还是低啊，怎么已经有一家有德莱文了？我这个装备怎么给？这家人他妈的是干什么？德莱文没有德莱文的契约签订，餐后甜点马上就来。全套呢？
天使耶。那天使还是要全套啊。我操，不想做火炮，我感觉。跪拜着光明。于是，我就成为了黑暗。天使怎么上装备啊？天使怎么上装备啊？我说建模块，他还有个三星螳螂。我就不信一个德莱文都不来。狂犬病啊。德莱文，德莱文，还是德莱文。
我操！契约已签订。战斗，辛苦的人生。暴女是什么？三点血，你妈！哎，我怎么拿了这个玩意儿？我黎明给谁？我黎明给剑魔吧。拿错了，我操！这招。顶端也会跪倒在光明面前。强者就此败了。哦，我他妈吐了。要拉九吗？感觉没必要拉九吗？我觉得我想把质量提起来。
是，我就成为了黑暗。第一名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，好看能不能打得赢第一名，应该能吧。好，赢了，吃鸡了。怎么能叫傻人有傻福呢？你会不会说话？他老子赢血，他妈我都真的不知道。哎，拿飓风吧，我都不知道拿啥。别放，德莱文，出来玩了。德莱文有没有战歌？我才那么多，上天安排的最大的。怎么办？你管他那么多，上天安排的更大了。
哎吧，德莱文，看德莱文专场输出，哈哈哈哈！德莱文，德莱文，德莱文。啊，一刀，一刀2600，兄弟 ！Oh my gosh！ 啊哈，我吃鸡了！